看看我今天全身穿的衣服跟包包，这些全部都是大明星他们用过的名牌二手商品哦。不过千万不要以为想要拥有名牌要花非常多的钱。今天职场达人秀，我们就带大家去看看怎么样在名牌二手包店找到最适合自己又便宜的精品。从 LV、Gucci 国际精品到 Mango、Levi's、SLY 等世界各地的年轻大牌，这里都有。而且价钱比起一般二手名牌市场低上3-4成，他们呢不打广告，不做宣传，客户却早就遍及全台湾。究竟这家二手名牌店有什么不一样，可以在竞争激烈的二手市场当中占有不败之地呢？李佳桦。宋欣妮与艺人的二手名牌店店长，虽然年纪轻轻，但对各种二手名牌如数家珍。别小看这个只有2平大小的店面，在里面有 LV、Gucci 等国际精品，还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名牌服饰、鞋子，而且哦，这些全部都是艺人们提供的商品。不管是偶像剧的戏服，还是歌手演唱会服装，都可以在这里找得到。有些衣服真的还不错哎，还蛮好看的耶。对啊，你看，像我刚刚看到这件，觉得蛮可爱的。佳桦，你跟我们讲一下，当时为什么会想开一家这种集合很多艺人二手衣的店？哦，因为艺人其实他们有蛮多，就是可能演唱会或是拍戏的时候穿的衣服，那可能就是只穿过一两次就不会再穿了。所以我们就想说，那如果把这些衣服都聚集在一起的话，那可以就开一家二手店这样子。像我觉得这样的想法真的还不错，因为像我们艺人真的有好多的衣服，然后穿一两次不能够再穿了，对啊，所以你们老板就想说，哎，把这样的东西集合在一起。那像比如说我刚刚看到好多真的都是艺人他们有演戏或者是甚至于演唱会穿过的。你刚刚跟我说这件黑色的，推荐这件黑色的，对，它是伊能静的，然后每件衣服上面它都会有吊牌，会写说这个是谁的，然后价钱多少钱。你看上面真的有写伊能静哎，然后这个标价就是2500块，那就是照这样子卖吗？对，照这样卖。而且这个牌子还不错，其实2500还蛮便宜，就是很划算啊，所以很多人都会来我们这边找。这件还蛮好看。那你也推荐我这件？对，这件很可爱哦。看这件，它是相迎的。那个小恶魔相迎是不是？对。这件很可爱耶，要不要试试看？可以吗？相宜那么高挑，我可以穿吗 ？OK 啊，你有瘦。好啊，那我试试看这一件。好啊。佳桦，我真的超 surprise 的，没想到这么小一家店，竟然还有一个魔法更衣间可以让我换衣服。对啊，而且这件衣服蛮好看的耶，超可爱的，很好看哎。那这件大概要多少钱？这件700。哎，700块？对，因为我们衣服定价大概是4+3折啊，好便宜啊！你看这么漂亮可爱的洋装才700块钱而已，而且几乎就是全新的。对啊，对不对？这超适合你，超可爱的。对耶，好可爱哦！这真的是相迎的吗？真的啊，它穿起来只是上衣而已，对不对？我穿可以当洋装，好便宜哦。艺人的二手商品不但让消费者有机会更接近名牌，同时也满足了观众们追星的愿望。像是现在当红的阮经天、偶像剧女王陈乔恩的商品，也都曾经是店里面的热销货品。
几乎呢都是一上架就被扫光了。不过不只是当红偶像明星，这里还常常会有让人眼睛为之一亮的压箱宝出现哦，像是广告、戏剧或是演唱会的服装也都在这里找得到。事不宜迟，快跟着我的脚步一起去寻宝吧。哎，嘉华，我看到你们玻璃柜里面摆的都是 LV 啊、Gucci 这些国际大品牌，可是怎么摆得很随性啊？其实我们是故意摆这样子的，因为这样子客人在看的时候比较不会那么有压力。哦，是故意把它摆得稍微乱一点，像在家里的感觉。对啊，因为这样子比较轻松啊，这样大家比较不会怎么感觉好像压力很大，进来就是一定要买这样子。哎，真的，你看我们去逛一些名牌店，都是哇层层关卡，然后放得远远的，害我们都不太敢摸。对啊，因为其实外面很多市面上的二手名牌店，他们的装潢都很漂亮。嗯。可是你这样，当你走进去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好像。就压力很大，而且很有距离感。对啊，那你们的价钱是不是也比较平易近人一点？嗯，跟外面比起来的话是比较便宜的。嗯 ，OK。可是像你故意把它摆这么随性，如果有些客人从来没有来过，他会不会觉得说会不会卖假货？嗯，基本上因为我们的包包都是跟艺人拿的，那艺人对艺人来讲比较不可能拿假货来卖，因为其实如果被发现的话，对他们的知名度是很伤的。也对耶，艺人是拿自己的名声摆在这边卖的，所以不太可能会买到假货。对啊。哎，那。我刚才一直眼光放在这个黑色包包上面，可以拿给我看一下黑色的。它前面的绑带好漂亮。啊，这是迪奥的吗？嗯，对，是迪奥的，很漂亮哎。想要选到物超所值的二手名牌包，又希望它能有再回到市场的价值，消费者可以掌握几个小秘诀。一般而言，名人喜好度越高，越能够提升二手市场的价格。像是大家耳熟能详的铂金包、凯利包，就是二手店的畅销包款。另外，款式越实用、越经典的就越好卖。还有，如果是换季会打折出清的包款，通常呢二手行情就比较低。所以想要买到好包，再卖出好价钱，除了这些以外，就是要好好的保养它了。因为呢，包包外表的新旧，通常也会影响到价格哦。你说这件是林志贤拿来卖的，这边都是，100块钱，对啊，超便宜，这么便宜，嗯，而且你刚才有跟我聊天说，好像郑元畅啊也有拿 T 恤来卖，对啊，他之前拿了一箱的 T 恤，然后一件。经营一家二手名牌店，整理、清洁、分类是商品进来后最重要的手续。目前店里固定有快60个艺人都会不定期的提供商品，这样可观的数量也确保了二手名牌店生存最容易面临到的货源不足的危机。哇，嘉华，这些全部都是刚送到的艺人二手商品哦。对啊，蛮乱的，有很多有衣服啊、包包、鞋子，那你平常都要怎么整理？平常就是把像 T 恤或牛仔裤，我们会先把它分类，嗯，对，然后我们到时候会那个打上艺人的标签。哦，哇，其实整理起来也还蛮麻烦的。对啊，一件一件要看，然后又要折。嗯，那通常会不会送来会不会有污点什么的？其实我们会看的，因为如果说它状况比较不好的话，我们就是可能会问过艺人，如果太旧或是比较不好的话，我们会。就是询问过艺人之后，你再把它捐给那个需要的公益团体。哦，所以你们还会做一些义卖的动作。嗯，那你们合作的公益团体有哪些？像视障团体。哦，你看，像这件 T 恤是郭士伦的 T 恤，所以就要一件一件折跟整理，对不对？对啊。那鞋子呢？鞋子要怎么整理？像鞋子，其实他们送来的有一些是状况还 OK 的话，我们就可能就是拿刷子把它刷一刷。嗯嗯嗯。对。比起衣服跟鞋子，二手名牌包的处理相对简单许多，店家大多只做简单的外观清洁就上架了。在目前的二手名牌包市场上，通常会先将收到的商品送到专门的师傅那儿做清洁、维修以及保养，再送回来。虽然在这里省了这道手续，不过价格呢也相对平实许多。哇，嘉华，那像你多久需要这样大整理一次啊？基本上只要艺人送东西过来的话，我们就会马上整理。像那边的鞋子的话，我们就是每天都会清洁一次。
鞋子还得要每天清洁，就是保持它的干净，保持干净。所以看这样小小一家店，其实要做的杂事真的是非常多，而且随时随地有艺人送衣服来，马上就要打开来整理，很辛苦了。不同于一般商店的进货，需要建立盘点及数量建制系统。二手名牌店更重要的是商品的整理与分类，不管是来自美国、西班牙还是日本，通过这样的分类平台后，不只是让商品可以真的货畅其流，也让二手名牌又有了新生命。大功告成之后，接下来的困难工作就是定价了。由于二手名牌市场上的价格并没有标准，所以价格怎么定不仅是商家头痛的地方，也让消费者若是想买到好货，绝对得要货比三家。哎，这件还蛮特别的。对啊，嘉豪，我看你们的 T 恤定价都好像蛮便宜的。对啊，像这件是林志贤的，然后他一件只卖100块。哦，你说这件是林志贤拿来卖的？这边都是。哎，100块钱？对啊，超便宜，这么便宜。而且你刚才有跟我聊天说，好像郑元畅啊也有拿 T 恤来卖。对啊，他之前拿了一箱的 T 恤，然后一件只卖200块。是名牌的吗？对，一下就卖完了。刚才据说是潮牌的，就是那种外面一件好几千块钱的，他竟然拿来这边你们卖200块。对啊，哈，难怪抢光了，现在已经没有郑元畅的了。对，没有郑元畅，只剩下寥寥几件林志贤的。像这牛仔裤啊，我们也卖得很便宜。像这件是 Mossy 的，哦，对，这个外面起码要好几千块钱。对啊，好几千，可是我们可能就是卖1000多这样子。这么便宜。对，然后像这件是 SLY 的，哦，这个一件牌，对啊，都超贵的。嗯，所以我们卖，而且这个连标都没有撕下来，是全新的吧。对啊，有些是全新的，有些艺人是根本买了没有穿就拿来，对啊，因为他们衣服真的太多了。嗯，这个我了解。所以你们连牛仔裤的定价都好便宜哦，你说平均价大概都。大概是市价大概30%，才30%而已。对，而且真的也好多都是全新的耶。那你们这个定价是怎么定？定价我们其实分成两种，就一种是他们艺人拿过来之前，他就会先自己先标一个价钱，那我们就会尊重他们的定价，那就用那个价钱就是去卖。可是另外一种就是我们自己去定，那我们通常是也是市价30%这样子。哦，等于说你们会去了解一下这件衣服在市场上的价格是多少钱，对，然后你们再去抓大概30-40%，对，好便宜哦，所以还蛮多人来找的。像这一件，他刚才说100块钱，对，这是林志贤有穿过吗？可能有穿几次，所以林志贤的粉丝可以赶快来追星一下，100块钱，对不对？啊，而且真的有好多是偶像明星的衣服拿来这边卖，好漂亮哦。而且不管定价是多少，商品售出后，店家会退艺人70%的费用，然后呢，再把10%捐给公益团体，20%就用来分摊店里的人事、店租以及开销。哎，我发现你们店里面的包包都没有很贵的那一种，像10几万块钱。有啊，其实之前客人有拿铂金包来要叫我们帮他卖，可是我们真的不敢拿，因为真的太贵重了。对，因为我们希望动不动就是数10万块。对啊，我们希望店里能便宜的包包能够让大家能够比较接受。所以像你们店里面卖的包包最贵大概多少钱？大概不会超过3万块。哦，就是让大家想要买名牌，但是都买得起，对不对？如何？我觉得还不错，真的哈。500块的话我会买。差不多，差不多，对。人潮等于钱潮，但是看不见的人潮其实却有着另一波更大的商机。竞争激烈的网拍通路不只是趋势，更是各家人马不能放弃的大饼。即便是高单价的二手名牌，也早就在网拍里展开另外一场激战。然后这就是你们的网站，几乎商品都有放上去。对啊，每一样商品都会放上去。哦，哇，那更新也要很勤劳。对啊，我们每天都会上去看。那像网站部分的营收怎么样？其实我们网络的收入并没有很高，因为我们并没有特别在做宣传，都是只是靠做口碑的。对，那像网络一个月大概是有5万左右的收入，其实也不差了啦，其实还 OK 啦。对啊，那实体店面的话，大概一个月是40-50万。哦，那相较起来，真的店面的营收是高很多哎。一定的啊，因为我们店面有介绍啊，一定会比网络来的好啊。所以这样经营情况听起来是还蛮不错的哦。是还 OK。
那像你们这样子，网络4-5万加上店面营收40-50万，是说有一部分会拿出来做公益？对，像艺人拍卖的部分，我们是会捐1%给公益。对，是跟什么样子的公益团体？视障团体。那还蛮有爱心的嘛。对啊，等于说艺人如果想要打发自己的二手衣服，又可以卖一个好价钱，然后又可以做好事，对吗？对啊，就是也可以做爱心这样子。我也担心货源哪一天断掉。其实不会，因为我们老板本身就是艺人，那他其实朋友还蛮多的，艺人朋友。对啊，所以他们每一段时间就是会整理一些自己的东西，然后就是会拿来给我们这边卖。而且我在想，是不是做出口碑之后，也会有更多的艺人知道你们在卖，然后就把自己衣服整理整理拿过来让你们帮忙处理，对不对？其实对啊，所以关于这部分，其实没有想，还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从来没有考虑过会货源这个断层的问题。对对对对，持续稳定的货源，往往是二手名牌店最容易遇到的问题。因为二手名牌店成功的秘诀，其实就在于商品的周转率要高。因此，如何选择高周转率的商品，也考验着经营者的智慧。嘉豪，我发现你们店很特别，一边卖的是艺人的二手衣服，然后另外一边好多这种化妆品啊，还有日本带回来的小物。对啊，为什么会想要这样子的方式来经营？因为这样复合式的经营的话，可以给客人不同的感觉，然后他们可以有更多选择，然后想买衣服的可以买衣服，想要买化妆品的也有得买化妆品。而且我发现你们店很妙的是，摆的真的是有够挤的耶，因为他们这样才可以随意，就是喜欢什么就把它拿起来看，就是比较轻松，比较自在一点，比较自在啊。然后好像故意要摆乱一点嘛。对，我们是故意的，因为为什么摆太整齐，好像会让人家不敢去触碰。所以你看这样摆得很拥挤，然后好像是自己家里面。对啊，就是化妆台上面就有的东西。对，而且像我们有时候像介绍过的杂志上介绍过，我们都会特别把它剪下来。对，你看他们好细心，还会把杂志上面的一些报纸剪下来，让我们也可以参考，对不对？那今天来这边当然一定要问你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很多现在消费者会喜欢买二手的名牌，那既然你是达人，赶快告诉我们挑二手名牌有什么小撇步。其实就是自己多做功课，对，那现在就是看你自己喜欢什么样的牌子，那就是可能自己要去了解说这个牌子现在市面上的东西价钱是多少钱，然后基本上到我们店来的价钱的话是新品的半价左右。哦，你说名牌的部分，对，都已经是半价在卖了。像这双是陈明真的，然后它是真皮，然后它是马毛，它是阿玛尼的，然后你看它的价钱是345美金，对，那我们现在台币大概10000多块吧。可是我们只卖4800，哦，几乎就真的是对折了。对，而且大家看一看哦，这个鞋底真的是完全全新的，没有穿过的，然后直接在这里就是半价在卖，对不对？哦，所以你意思是说，我们先做好功课，了解它在市面上市价多少，对，然后大概半价应该就可以买到手，对。哦，这双真的蛮好看的，对啊，因为它全新，还有好多鞋子也是名牌的。今天在这里呢，学习到很多经营二手名牌店的生意经，难得今天有机会，而且有客人来了，让我试试看当店员好不好？好啊，让你试试看。小姐慢慢看哦。谢谢。我们这里都是艺人的二手衣。这件很好看哎。这件多少钱？这件特价1200块，而且这件是王怡人的二手衣。是哦，那我可以试穿吗？可以啊，可以啊。可是，这有试穿的地方吗？这就是我们店里神奇的地方，虽然它很小一家，可是我们有一个魔法更衣间。是、我带你去。谢谢。怎么样？可以吗？可以吗？我觉得蛮好看的、啊。太红了。不会，你看你转过来，我帮你调整一下。然后我觉得蛮好看的耶，而且你看哦，它后面刚刚好遮到你的屁股，对，你如果穿夏天穿那种紧身裤的话，它也刚好遮到，其实还蛮舒服的，超舒服的，比我想象来舒服，蛮好的，很神奇耶，这样更衣室还那么宽，而且你皮肤白，穿这个颜色超好看，真的哈，有否？如何？我觉得还不错，你看哦。这是什么牌子的？这个女性的二手，这是王一人的，然后他卖100块，卖五百，那就可以再便宜一点吗？那不行，因为其实他这件卖很久。
而且就是艺人的东西，他们其实有一定的价值。嗯，那我们要捐资给公益。你可以比比看，我就觉得还蛮酷的。So， 那就这一件，这件好，谢谢。虽然只有一坪左右的店面，不过服务可一点都没有少。你不但可以试穿，还会提供你最实在的穿衣意见，甚至于你想买零食过来纯聊天也都可以。这么有人情味的二手名牌店，连我啊都想要留下来当店员了呢。嗯，这家店和一般市面上的二手名牌店，它最大的差异是，它几乎不以盈利为目的。因为一开始开这家店是因为艺人有太多用不到的东西，那如果能够把这些东西用便宜的价钱卖出去的话，不但商品是可以流通，那消费者也可以买到物超所值的东西，我们也可以替弱势团体尽一份心力，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义的。名牌的价值呢，其实不再只限于标签上面的几个数字而已，而是使用的人赋予它更多不同的价值。今天我们带大家参观的这一家艺人的二手名牌店，我们看到了很不一样的复合式经营方法，不但让艺人可以轻松的这个处理自己的二手名牌之外，也让喜欢名牌的人可以更轻松的拥有这些精品。今天要谢谢大家的收看，也请大家下次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职场达人秀，拜拜。世界上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从不会重复或者是相同，就像名牌包包一样，限量发行，仅有一个，有其独特性。就好比你喜欢某种品牌的名牌包一样，爱不释手，对自己也是一样，要学会爱自己，喜欢自己，因为你也是世界上唯一的，也是限量发行的。